能够长长久久哦。谢谢县长的支持还有鼓励哦。说到有流行病学的角度来做好持续的监测的工作哦，并且呢来辅导相关的养猪户啦，还叫我的口蹄疫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吼，迄痛甲佫是心肝咧。虽然经过21年啊，回首一看的话，真的是啊不堪回首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近21年来，咱台湾尤其是咱国内的养猪业者，并无因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打击，咱就要切了。咱会一个花，咱不是安尼做的，大家得继续在咱的本业顶端来奋斗，来去改进，来增加、来提升咱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品质。所以近21年来，政府参咱业者中间大家共同的合作，虽然咱仍然在养猪产业受到口蹄疫的冲击，但是总是在冲击的过程当中。但不但讲无消息，但继续伫咧重振，但继续伫咧成长。以一个上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婚姻观的这个提拔，尤其是咱的快乐地啊，会当加这是国宴的首选，接着代表婚姻观用一个这样咱的努力，咱的拍拼，会当得到消费市场的肯定。但是，一旦被列入疫区之后呢，哦，当然对咱的产量还是有一些影响。尤其是外销的部分嘞，也差不多拢是禁止的。所以20几年来，咱们一直在努力，希望有一天能够从疫区来处理。但是这个工作嘞，要是有相关的困难，也相关要调整的地方。以102年的9月份，台湾发现了最后到目前为止一例的口蹄疫。102年9月发现，到今嘛已经107年。的大约经过五年时间，我们一再一再的检视，一再一再的重复的来确认，那台湾已经没有口蹄疫的病毒了，依然也到定调进中了哈。所以说，咱以7月初，那就是要在7月初，台湾的养猪业我们就要拔针了。拔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拔针代表。让医检呢被禁止的这个非这个打针的啊，非疫苗的，没有打疫苗的一个非疫区，将对咱台湾用医三养是一大福利，是上好的好消息的，让我们呢能够再一次的登上国际的舞台。所以今仔日县政府用非常欢喜的心情，今仔县政府也是用非常敬佩的心情。这敬佩是敬佩咱所有的养猪业者，大家的努力，用这种心情要来给咱的消费市场，要来给咱的乡亲来做一个报告。咱台湾的养猪业，咱昆明的养猪业已经走出长达21年口蹄疫的阴影，我们要迎向光明，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建立云林县成为台湾的养猪大县。我们的养猪业也即将要再度的重回国际的市场。真嘛，真正，讲一个较歹听的，农民哦，是一个困兽之争啦，啊嘛，菩萨啊钱也难，要搁重新奋斗都无钱，真正迄个时间持续好艰苦，求死不得啦，真正哦，足可怜的。但是我想讲，安尼会当安尼，你有有有有，有我今仔日真正，咱县政府在当地，吼、哦，伊就方便所在，吼、哦，过去退休的，咱嘛较感谢啦，吼、哦，伊就来咱辅导咱今仔日，真正，我代表乡地会，甲咱县政府方便所，吼、哦，在当地说一下。水哦，一罐是水，为啥物人只那个人水，那是无味啊？哦，喝迄个酒，哦，喝酒，哦，用水的部分来煮沸，而且变，啊，搁
个迈向会议区，安德赛哦。好，先看我前面，我这里讲安装。